腿呀、啊！哎呀妈，这回完了！哎呀妈呀，看这大水，还在下呀！哎呀妈，进窗户了，看吧，上窗台了，上窗台了。不好，前方到站先锋小区，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。看看吧，大家看看吧，哈尔滨呢该找谁吧。看看啊，我憋着这块小海家那块了，这旮瘩过不去，这旮瘩水就一米来一深，人家下去都冲跑了，桥洞那两米深的有，你没法整啊，咋整啊。哎呀，这一下雨下太大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雨下的完了，这他妈一米多高，过了道就是家啊，就是回不去了。瞅这个水深的，东长林高架底下到中间隔离带了都。这水，走吧。
这个流淌了。没，你们这布了。几根钢筋啊，全部都没有。对，最后这个应该怎么解出来的？没落地的。没有落地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个专业词不懂得说哈。这钢筋都是擦下来这个样子的。他现在涂了黄水漆的。但是正常这个钢筋哈，应该是到这地面的啦，是吧？你看这钢筋都悬空了。嗯，柱子悬空，现在钢筋也要悬空一下啊。来，看一下哈，现场这根悬空柱，整根柱子都是空心的哈。看一下啊，一整根悬空柱，看到没有？这石块，手都能拨下来啊！看到没有？这里面都是松的，太可怕了！之前是锯末，现在是这叫什么碎石渣吗？这根足梁也有问题，然后现在板已经封住了。留一个倒锥形的，打上水泥从这边倒进去浇筑，重新浇筑。这现场真的是太可怕了，这房子确定能住吧？这面墙会渗水，师傅在打钉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柱子上凡是写着有的，全都是有问题的啊。目测过去能看到吗？这柱子底下都是空心的哈、啊。有，看到没有？有。所有写着有的地柱子底下全都是空心的，可不可怕？这个房子你们敢不敢住？全部都是空心的哈，来选一个柱子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下面就是这样子空心的哈，里面就是这种锯末啊，不止这一根，这一区全都是。我们如果交还的话，现在就是大问题了啊。来看一下哈，现场这根悬空柱。整根柱子都是空心的哈，看到没有？这石块，手都能拨下来啊！就是那个很贵很贵的碳纤维布了。好，看一下师傅们在修补了哈。这个是一整面的。近期网友爆料，福建平潭一小区地下室目前发现有30根承重柱子底座是悬空的，19道主梁有大问题，其中5区一共有23根柱子，这23根柱子当中有10根柱子底座是悬空的，而且地下车库顶部大面积脱落，裂缝不漏。网友惊呼，这样的住房质量是怎么经过验收入住的呢？就算是经过二次修缮加固，也没人敢住这样的房子吧。我们真的不敢想象下去，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子的？这补丁要补丁，再点过来了。记得分力要枕头啊，分力要枕头的。安迪翁已经达到病入膏肓了，无药可救的地步。安吉隆巴隆巴，已经没去做了，怎么阿奇买树先放都晒掉？